那今天这只萨摩耶呢，我们给它做一个足部的猫足形状的修剪啊，后期有时间呢再给大家做啊萨摩耶的骏戒装和白熊装来看。那萨摩耶的一个足部的修剪呢，我们之前有用金毛的视频然后做的猫足的修剪，他们的修剪方法是一致的啊，大家可以往前去观看。Yeah.